自汤以来，罗汉木丹家天下嘛。方吉，他来自不容易。走，你带我看看哪些来之不容易的，在你心目中都会当成镇馆之宝的。他叫方吉，他是个陶器，清朝房屋上的方吉。哎，方吉，他一座房子收藏也花了8000块钱。200年的风刮雨淋，是吧？雨雪霜冻，保持的完好。也可以说是精工吧，精到那了，你看它很薄，它只有你说边缘只有2毫米厚，但是你看，你敲起来刚刚响。你不想吐啊，不想套啊，是吧？这个字也是以前200年前这写的字。对，就原来就有。它是个陶器，不做的，200年的。清朝房屋上的房脊。哎，房脊。